救命，谁来救救我啊，快帮帮我，我看不见了。拿来吧你，别怕，我来帮你了。怎么有人来了？不好了，他们要来摧毁我们的家园啊。我们到底来这干嘛？我们来这里救助那些可怜的动物呀，看看这个地方简直就像个垃圾场，今天的任务就是把他们转移到更好的地方去啊。好的呢。你们这些丑八怪，离我的地盘远点啊。什么情况？哈哈，我们就进你的地盘了，你能拿我怎么办啊？那就给你试试这个。我的妈呀，怎么样，你怕了没有？快点去抓住他呀，花园小丑！我们追不上啊！哎呦喂！接招！给我接招！太危险了吧！看招！哈哈，打中了！快醒醒，这里是你的新家呀！我上天堂了吗？你没事吧，蟹老板？我这是在哪？这里是真正的海滩呀。看来我们成功了。